他是一个从科技业就是叱咤风云，从科技业的一个可能管了好多员工的一个主管，然后因缘际会之下，你知道大环境不景气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人生的抉择，决定走国考这条路。然后其实呢，首先我觉得人身段要放下是很难的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很肯定他肯放下自己的身段，然后把自己变为一个每天啊到补习班按表操课的考生，并且心理的其实心理层面的素质要非常的坚强。对，那我其实 这一点是我一直很佩服他的。然后他让我知道就是一个世界的真理，就是中年大叔的毅力是不容小觑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今年初等交通行政上榜的学员王一生。啊，这边我首先要谢谢去年铁特体能落榜之后廖老师的两个字坚持，他只跟我说撑下去就对了，他只跟我说撑下去就对了。那这边特别谢谢廖老师啊，那也很感谢说，郑主任这边所有的行政人员，在一些生活上或者说在我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，能够加油打气这样了、啊。